我是郑浩文，我是张怡欣，我是苏颖东，我是吴庭燕。我们认为学校是一个可持续性、创新性、有前瞻性的环保建筑，具有生态、节能、减碳、健康特性。低碳校园可以从节省支出、教育、环境保育三方面取得平衡，以达至可持续发展概念，达成四赢局面。我们期望低碳校园的观念可以被广泛推广，令到环保绿化、节能减碳的观念可以深入在校园和社会。正话你提到嗰个校园的电子信息化，咁喺呢方面，其实将来你觉得系可以点样使多广泛呢个使用呢？咁我就建議喺電腦，好似我哋學校咁，係有一個 e-class 嘅 system， 家長同同學亦都可以喺網上面下載通告，然之後打翻自己個名，成日已經睇咗呢張通告，所以就會轉交俾學校，咁就會令到可以大大減少紙張嘅使用。綠色花園咧，其實個用處喺邊度咧？最主要佢可以有助幫我哋減低我哋室內嘅氣温，而且同學平日都可以上去種植一下，之後就宣揚環保嘅概念。你覺得嗰個處理方法係點樣？但咁有時好多同學咧都未必攝得曬啲嘢，咁又好嘥喎。咁咧其實我哋就係建議咧，學校咧可以將即係譬如午膳之後咧就分一個桶，即係咧將同學食剩咗，即係譬如有啲廢紙，即係佢哋抹完嗰啲紙巾啦，就分另外一個桶，跟住廚餘就分另外一個桶。咁咧之後咧就將啲廚餘擺落堆肥機嗰度，咁咧就發酵，然之後咧就做成有機肥料啦，咁可以用翻喺綠化校園方面咯。我哋學校已經有設立咗環保大使，每班都有嘅，咁就係負責呢一啲項目咯。希望可以回答到呢個問題。好，咁好多謝。